现在是2021年6月23号上午10点1刻左右，我在武汉的天河国际机场。其实今天我不走，今天就是在武汉玩一天，明天再走。我来这个机场呢，只是因为我来这儿坐地铁，然后去市区而已。啊，进机场的话还要出示安全码，然后我们现在在4楼，然后下到1楼就有地铁。啊，其实武汉的机场，我现在在 T4 啊，非常大，跟北上广深的机场基本上一个规模的，就是明显比石家庄和厦门的机场大很多。确实很大，跟新加坡樟宜的那个随便一个航站楼比也不落下风。好，现在去坐地铁。现在在这个机场，然后走到这个机场的地铁站，叫一个站台。英雄的城市，英雄的人民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其实这个地方离汉口啊，就是市区啊，还是非常的远的，甚至这个地图上都给我推荐，你不仅可以坐地铁去，你还可以同时坐火车、坐高铁去，好像价格也都差不多。他这讲的不仅仅是去年抗疫的事儿，还有就是什么建党啊、武昌起义啊什么的。抗战中心中流砥柱，英雄抗疫，顽强不屈。那这么说，这个城市确实很伟大。哎，城铁在这边，哦，地铁在这边，可以了。现在上了地铁，其实我很少开地铁，但是呢，毕竟来到武汉这么大一个城市，在地上拍一拍。我现在到了这个汉口火车站的这个地铁站，但是我只是来这里，就是来市区而已，从这里出站，但是我并不坐火车。哦，现在出去看一下。今天太阳很大呀，还好我涂了防晒霜。汉口站，哇，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车站啊。哇，我真的很想进去看看。我靠，这火车站好漂亮啊。